心里话多，枪毙有话多平，枪毙有话多平。我这空县里呢，得开点公益，公益。啊，大家拢讲伊外高，伊才讲。我其实我无外高，我无高。我是因素过去，啊，因素过去，啊，圣贤所写来物件，啊。伊书经嘛伊写啊，所以书就是哦尊前启后，书尊前启后，我因书进前的哦，啊来要来启发我，要我相信神的好果，我相信因这拢是实在，咱中国的历史。讲五千年，五千年对对算了，对黄帝算了尔。啊，黄帝进前敢无历史？有啊，但是迄个历史，哦，无足公正，也嘛无足明显。孔圣人伊唔敢，无足正足有实事，伊唔敢，哦，唔敢引述来。所以信而好过，伊足真实啊好。希望过去圣人所讲的，吃必有落落皮，吃就是讲偷偷偷偷学，偷偷学，哦，学落做甲偏做，还是姊妹，咱嘛是安尼啊，咱只嘛是偷偷啊，看咱的前缘，哦，啊看历代的修行者的圣人前路。所因素的，咱慢慢来看，慢慢去甲了解，啊，慢慢去甲学，吃必有我路片。一种是孔子之说，伊研究学问，而杜书入说的这个态度，终于显示伊谦虚的一个特色。孔子伊个人未碰吃，啊，足实的，足谦虚的。过去的圣人多数拢是安尼啊，哦，所以咱读到对一页，啊，咱好了去甲体会，啊，好了去甲体会，好了去甲了解，伊是安怎会成圣人，啊，咱是安怎去尊敬伊，好，咱来慢慢去甲体会。伫咱的人生，教解答，嘛教心性，教心性，希望多。大快乐哦，无烦恼，无忧愁，啊、哦，心里来讲，相传孔子赞三思书，定礼乐，赞春秋，赞秋叶，啊、哦，修春秋，即成六经。这六经是甲孔子迄个时阵，大概正脉，大概正脉，哦，思书作半者，时间甲书经作半者，孔子甲正脉。会使就加缺乏用，未使就加删掉伊。用礼定礼格，礼格格，这两项这两部经典，伊嘛是哦，礼伊就加，会使有下就加缺乏用，无下就加删掉格。哦，占就业，过来俄罗就业，一经下书拢是下书端拢是就空无主写。哦，修春秋，伊过来做春秋，成为咱中国文化的六经。此外，把古人之经典加以采取、修订、整理、编辑。哦，孔子就是安尼，将这古人的经典加以采取、选择、整理、编辑过来。哦，咱嘛是安尼啊，咱只。在学经典，在看册，啊，足济，当今尤其，哦，在手机啊内面，足济迄个讲题，哦，对的嘛抛出来，唔对的嘛抛出来，我感觉，还是我个人的感觉啦，嘛无得较抛出来拢对的，所以咱看，选择，选择了对的，才提出来用，唔对的。咱唔能改变，
讲唔对，咱一定要改。啊，以受地主传何事？孔子三思书定咧讲，占秋叶，修春秋，是要怎么个？要教授个地主，要让这地主传何事？传何事？哦，讲话率理不足，所以咱讲。我这拢一时说出来，唔是我写。中庸讲：非天子不以礼，不制度，不可闻。哦，那不是天子，天子无得讲这个礼，哦，嘛无得设这制度，嘛无得科这文贵之分啊。哦，出书天子才有这个权来制作，这是爱天子才有权利，他来制作。中庸有法。有啊，今天啊，知同轨，思同文，行同论，谁有机会共知结，不敢作对个。哦，中庸安尼讲，哦，中庸啊，做这个主事主，就安尼讲啊。今天啊，就是讲知同轨啊，思同文，行同论，哦，谁有机会共知结，不敢作对个。爱为爱为，才敢做出来；无为就唔敢做出来。强行无够迄德性，伊做唔到。谁有机德，各有机会，也不敢做你阿个。虽是你个德足好，但是你无迄个为，你无迄个为，嘛未使做你阿。初两段该辅助所言，将拢即个两段拢是辅助讲个呀。朱书达起来甲写人重要哩，哦，即个空性嚟讲嘞，又见夫子因无天子之位，咱来看，迄个时阵孔子出去周列国，哦，伫外国无多当英雄天啦，伊才转来，啊、哦，伊才转来，转来迄个时阵孔子威无，无，意思是讲有德，唔过无位啊，哦，有天子之位啊。故不敢作礼啊！伊嘛怕做，既然有所传述之意，所以咱讲，只要会当传述的，咱讲出其不足，会当传述出来。啊，中庸有啊，中年作书饶舌，献将文物。哦，朱熹是恐惊人去甲看唔到的，所以伊家伊用中年。因为阿公的名字才重要，阮阿公就是作书饶舌，献将文武。伊今仔日所讲这物件，拢有完整，毋是无完整。对尧帝甲舜帝伫遐传落来，啊伊呢所修的、所学的法则，拢是对文人甲武王留的。传说下面的道统。伊个道统是对焦顺武通文武就讲，哦，才杂是真多个，哦，唔是讲人乌白讲，遐就乌白乌白写，哦，是安尼。将明他明立下之法则法度，哦，伊将因所立下落来即个法度继续来传落来，所以咱来了解。咱今仔即个道统是对焦顺武通文武就讲。孔子才一个留落来，哦，唔是咱乌白讲落来，人讲咱官道咱乌白讲落来，家己姊妹，咱爱去较了解。伊有当时啊是接道统，有当时啊是偏，也有当时啊是稳，哦，稳是密团之意啊。稳虽稳，无显出伫外口，唔过敢无传落来，有安在。所以咱也袂使无信任咱家己，所以咱一定爱肯定咱家己。咱今仔日咱完整，毋是无完整。又啊，文武之盛，不在皇权。意思就讲文王甲武王当年的政治规模、武法度都记载伫古人留下的典籍内面啊。哦，文武之盛，不在皇权。文王甲武王的这个。地势方法拢伫皇室内面，拢伫哦国画内面啊，史书内面啊。意思是讲，文王甲武王当时的政治规模
甲法度拢记载伫古人留下落来的典籍内面，毋是乌白手来斗的呢？咱来了解，毋是乌白手来斗。咱今仔日呢，德育完成，毋是乌白手来斗的呢？虽然是儒家的英文，以儒家的经典为原则，实际上都在后底学。有教的、无教的，但是迄是做参考而已。真正的原则，就是儒家的经典。因为即个是儒家的英文啊，德传在书面啊，咱一定来看一下体会。注典籍就是孔子所有是故，借用中典籍的，就是孔子所在讲故，讲故。敏而求之，所有已经讲，连贯连贯。是所以，是所独行有好嘛？27章孔子已经讲啦，独行大学，爱是独，就是生生世世来信任这物件，也好学啊，未使只无好学，咱一定好学啊。像甘露珠安尼，一旦树一飘逸在路下啊。孔子甲学了啊，人在位啊，莫见于前啊，未见于己啊，还有一款好学的精神啊。27章甲人讲啊，大有不第二作是者，我无时啊，若毋知一乌白写，我未安尼做；毋知乌白写，我未安尼做。甲本章的顺序不足，而且程度是一贯。19章甲讲啊。好故病以求，病以求之啊！好故，伊是足足诚实，足爱慕。即、这个古代个人，病就是认真啊，以求之啊，认真去甲求，认真去甲学，伊才有今仔即个境地啊。有信而好故个精神是一致，甲信而好故个即个精神就是一致。既有老偏的事迹，既有这个老祖甲偏偏祖这两个人的事迹，虽然代虽年代万而不可考啊，虽是讲年代足久的，不能予你参考啊，但他们必然也是出力不足，我这两个人也是出力不足啊，甚至报告是古代言人啊，也是甚至报告古代言人。所以孔子讲因义就必义，所以孔子呢，因义因两个人来家己来叫伊比啊，切比两字呢，足见孔子强义气得胜。切比伊唔敢明比啊，切切偷偷偷比，偷偷比啊。所以这两字呢，咱看到这两字，咱来了解孔子强义的得胜。孔子强。所以咱学到圣人遐谦虚，遐谦虚，咱爱谦虚无？咱就爱谦虚。咱有哪会使即个控高自大？讲好，我即个即我来我诶心得，即啥话？我伫遐当时啊，想着咱当中，那一般诶讲说强讲，讲即就是我心得诶心得，真歹。是我这心得啊，我这心得啊，咱是几年，咱我这心得啊，所以咱平时也爱慢慢仔去体会。咱今仔日收偌久的时间，咱拢真正把这心得啊，过来，第一集，做完，做完，命之至至，命之至至，最善的都至啦，他是不变。阿弥不变，为人不观，为人不观，何有无我在？何有无我在？空诸空，灭就是暗法，默默的暗法。从底下先阿智的，识对他个智的，智的暗法嘛。我让这些人先过来。足认真研究，足认真读，足认真背，学而不厌，
哦，所以我伫学的过程中足认真，也袂厌哦，学袂厌就对啦吼。为人不关，我若在大人，我来教咱兄弟姊妹，我嘛袂疲劳。哦，讲无有五毛仔，我除了这三以外，我拢无啊。哦，所以你要看圣人有欠伊无？哦，伊讲我拢无啥话啦，我就这三样尔啦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圣人在讲安尼，就是要让咱学，要让咱学。有咱传伊安尼，拿咱遮个步数甲捡起来用，咱后日有咱有成就。哦，讲一句上实在咯，哦，要成圣是较无可能个，要成贤嘛着爱哦爱正病个。可是要脱离了轮回，哦，毋通搁再地狱，而且宇宙间搁再轮回，即拿安尼做，咱就可能。所以这是孔子啊，自述伊学习的心底。孔子家己讲，我是安怎来，我是安怎来。有教育弟子的一个勉励，甲伊教育弟子安怎勉励弟子，就这个经验来勉励他人，也是真难难了解。哦，是不？立己之心是精神力量。哦，立己之心这句话。就是所有的精神，伊拢唔敢哦，外发拢对了，下伫咧心肝的内面哦，将会一心，将就是讲软入去，软伫个心里哦。咱心下多哦，有内修，甲有外路外路，咱来了解，所以袂使无了解。乃为魔道，哦，即个就是讲魔道。道一定要下心来研究，咱才有这个开悟。哦，这本《弟子》里面，咱